玛丽，摩卡怎么会到摩卡？
看到你在乱喊我的 ID 啊，他害我死掉啊！你是不是欠揍？我中的刀比人家还多啊！
个。轮到我，是不是真的是？整道都红红的，里面红色，红色是不是左边张地图比较多？
太容易被诅咒了吧。要死要死！See you from me.
哦，痛痛。不不不不，补汤啊！接这个，现在才85、86的，可以慢慢死没关系，尽量死没关系。而且我这练这是好像真的是娱乐用的，没有认真在练。85等去打十波，哇，十波！十波属性不好打，我很头痛。我现在不知道要练哪里，土狼，狼又会太多。博诺斯，好像一个人去太危险。龙巢一楼是几等啊？冰剑我有点只是你知道，放火墙他也没办法卡他。打完再说。为什么这么卡？今天
七彩大嘴鸟那里吗？等一下哦，打完呆呆走过去应该会花一点时间。哦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我等一下去那里打。哇，大潮蟹啊！打错字。国庆接你站。正要去，艾尔帕兰，你是说送便当的是在艾尔帕兰的左上角是吧？好像去会花很多时间呢。我先去接，呆呆先不要那个。好，我先去接你说的那个任务。谁的便当不会自己回家呢？哎，人家送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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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以为有人吗？没人。不是，我以为。对，我想说没人。哎，我走错边了，是那个十字架的地方啊。啊，他嘞去哪？睡。哦，看了我就想偷吃了，我还要帮他送便当。啊，是谁？那个一个任务 NPC 啊。我这边超卡的，你们看也很卡的。资源收银。狐狸熊，小狐狸，狐狸熊，小狐狸。哦哦哦哦！哎，对，还有龙之城啊！龙之城的怪是几等 ？Dragon City。Dragon City 里面的王却不是 Dragon， 我觉得这样很危险吗？对，烧金。哪一个好大胆子敢叫我送便当来？看，这个包袱你是……等一下我看，可以重新对话吗？不行。他刚说你是不是见过我妈？哦，不是这个吗？靠北，不是这个 NPC 吗？太棒了！哦耶，没错，是这个。可是七彩大嘴鸟是……它不是火属的。我接完任务之后，我要再回来找他哦。感觉走太远了。我看一下。哦，啊，这个有0.2%，刚刚是987。到底在累个啥会？嘿嘿嘿，一天又平安的度过了。整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而且我明明今天只开这边的，已经这么卡。这边关掉，这卡毛！然后第一次我来租弄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地上发光的地方，我以为是床顶，然后我就站在那上面几秒，还想到怎么没有船过去。
Very good. 抱抱。神苍蝇翅膀救了我。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对对对，你买肉啊？你今天怎么这么慢？哇！哦，最好他是地鼠，厉害吧？在哪？在哪？哎，对吧？我有接这个任务吧。怎么那么痛？哇，真的是跟你的梗一样。哎、欸，这会躲起来是？哎、欸，我又喊到。就要练不久了，对不对？怎么这么卡啊？他生气了，啥物拢无开呢？弓箭手也是好不容易才转游侠的。无用武之地，我的付费奶妈还没上线。会不会有人不知道摩尔是什么？是土拨鼠吧，对不对？还是是地鼠？三地鼠。摩尔，他是会那个啊的那个啊。我才打五只啊，金属玻璃。对不起，你没有看过那个人家做的影片吗？那土拨鼠叫的声音，刚是爆音，好、哦，这只好哎，然后这个，哎呀，对哦，
回去再打。然后金属玻璃啊，我随便跳的，他随机播放。呆呆根本不需要用到，我只要回那个接任务的就有经验了。你要这样讲的话，还没走到那张地图，应该就先死掉了。看看看，快死快死！看他们会一起打欸。恐怖呢。气都上面张地图的金属玻璃是比较多。在布洛克下面。哦，对对对，那边。后来那个他那张上面那张地图好像变成别的怪比较多。以前是在那边练金属玻璃。年前的考古。很久之前呢、啊，改很久。创世神来了！少林功夫好哎、欸！登基棒。哦，看到爹地耶！爹地，你最近都没看到果果，是因为他是晚班是不是？爹地还要吐血，这次不会了。好了，地球不会打完了。去哪？去下面。哎、欸，我在哪兒、啊？要往左边，要往右边，左右分，右边。这里可以吗？这里是去哪？对，要往上面的右边。我没有玩创世神啊，是他们说那个方块创世神，我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Microsoft。发现买颈枕啊，买颈枕带，整个人就会脖子以上就开始瘫软。我那天买了一个美国队长，哈哈哈哈。不是要打什么啊？不是这个，不是魔枪跟七彩大嘴鸟。
哦，还有飞行绕跑吧，魔术，把它打掉。他会再出啊会吧，他不是会再出，我想用冰剑吧，冰剑哦，为什么我刚刚用崩裂？不错呢，给我个疯狂，你觉得如何？我刚刚说了什么？吓到你了吗？是我讲话太大声吗？抱歉抱歉，我以后讲话会小声一点。没有吵啊，谁吵？我的冰剑术才五等，但我就点了，我就可以去。对啊，点了就可以去打石头玻璃。石墨是用火箭术打。啊，可是没办法，是吗？岩浆玻璃才是用冰剑。那为什么小区那天说他没有办法用火箭术打？就火箭术是打那个啊，打石头啦、啊。哇！对啊，他不是记得啊，他你讲下去，明年扣卡又没了。他误导我了吗？还是他自己也记错？红色那一只才是用冰剑啊。因为他那天在讲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啊，要去岩波，不是岩波还是石波？他是说岩波，岩波打啊，不能用火箭术打。对啊，岩波的话是要用岩波是岩石玻璃，岩浆玻璃，石头玻璃跟岩浆玻璃。对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”色染绝人，迪尔，你在干嘛、啊？色染绝人，布拉格克罗尔。又一只，
在干嘛？在干架。活着很难吗？他的 NPC 是中间的那个点，回复的 NPC。精英离你而去，什么精英？你在打完，我只能回去，我换去石头玻璃吧。嘿，蓝色的魔枪，魔枪有蓝色的、哦。Blue。去啊！好，我不知道去哪里回任务哎、欸，是回去刚刚的那个地图，还是就回去就去右下角就可以回？个几下吧，有没有睡五啊？各位，烧睡五，大家一个我们锅拱烧锅肉碎片。开秘密的城市看不到你就有东西啊，秘密的城丢的东西我丢你要更新啊，已经开一个小时了，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没做。哦哟，不！我刚不知道他要捡材料哎、欸，我都没捡。
我刚刚没看到这两行，这两个蓝色的，我靠！好哦，我们只能继续打咯。哇，我眼睛长到哪里去了？你才知道我平常怎么被自己气死。没关系，顺便看会不会掉风矿，来吧。磨枪毛，我刚刚在外面打的时候，我还多看了一只，对，不是多看一只啊，多看一眼那个掉地上的毛，我还没捡，太棒了！我靠，嘿。母汤啊，有了疯狂。可是这里的魔枪比较少，我去刚刚地图了。去啊，要走去啊，去啊。竟然马牌怎么那么慢，看去我们档案不要那么累的就嘿，我走错边了，另外一边嘞，这样子冬天哦，手在外面都是冰的，妈的，那可以不要出去啊，不是出不出去有问题，就是四肢很发冷的那一种，啊，你不懂啊，你的手是不是热热的？是啊，是啊，我的不是啊，我的是冰的，不是冷的，是冰的，碰杯软软的。说什么啊？你忙忙忙！肯定要把那个都吃了。猫在哪啊？没有吗？哎，聊天是那比尔开武器了吗？啊？喂喂喂，干什么？来了来了，杀生秀，杀生杀生的，我靠我靠，我的火枪，嚯嚯嚯！很危险呐、啊！哦吼哦不不不不！惨了！等一下把你编掉，公伞。
爆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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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补品。我死了。怎么这么好？因为没有补品的我身上。欸，不是有那些人开什么睡觉牌吗？可以开一个死亡牌。我啊？不是有在直播睡觉吗？谁？其他的死亡，就是其他那种死亡。啊，说到睡觉，我前几天才点到一个不知道是多久之前的影片，然后是 Fake 他，哎呦，我按到 Fake 他在直播，直播到一半，然后就睡着。你如果说 fake 是谁你不知道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分析。我你直播怪一般是死掉了。快快快！好了，我的毛不是魔枪的毛五个了，回去回任务。死亡直播那一下，我有办法一直坐在电脑前面。看，礼拜一吧。礼拜一休息。你现在请假，礼拜一有没有？不是不是，是礼拜一，因为公司要停电，然后我们礼拜六要上班，所以礼拜一休息。我凌晨三点就上来开始狂死，要不要这么拼命？看到刚刚那个是贝蒂，感谢贝蒂，天使贝蒂。Fake 是那个啦，要怎么解释 Fake 是谁？他是玩英雄联盟的。Fake 是谁？我只听过 Faker， 没听过 Fake。我是在讲英文 fake 啊，我是念 fake 吗？ fake 是谁？拒绝。看一下，我该回家了。你刚才讲，你刚才讲谁啊？ fake， 等一下，我打字。对对对。不是韩国人吗？飞科吗？是吗？打 LOL 的韩国人吗？那叫 fake。不是，不是啊。人家叫 fake。哦，是 fake 啊。我不知道我刚才讲。对不起啊，我的英文能力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我要跟孟北英文小老师再多学习一下会比较好。多学习啊！不好意思，出糗了。在这里跟 Faker 跟大家说声抱歉，因为我差劲的英文能力要抽人家的零食，郑重鞠躬道歉。然后第二加赛。不错，这个我喜欢。你说呢？没有佳佳吃鱼又太慢。你不要跑来偷看。谁要看你？我没有在说你啊。可爱又可恨的肉，看来今天又不用接呆呆了。去了还不知道有没有团。
你不接也是放着，虽然说你接了也是死掉。其实我在想要不要关台，因为今天好累格。几点会关台？好啦好啦，弟弟生气哦，我来又怎么了啦？好，就停在87等好了，先。结果才练了。才练了两等而已，月初我还没领钱啊，而且今天没有新的转蛋，所以下面一颗转蛋应该会，应该会转吧，应该。先买乐透，转什么转蛋？买什么乐透啦？其实在期的转蛋我也是有转啊，只是我想到那个数量太少，没有就没放。真的是大鸡舍的支持者哎、欸！当然，哇塞！你是谁不重要。这 ID 也太难念了。礼拜四再开吧。礼拜三，明天礼拜三，我一直以为今天是礼拜三，明天礼拜三。今天维修怎么可能是礼拜三？对没，就因为三号我就自己一直以为是礼拜三。带好带好，然后回家，没有要训练的。我这边好像没有用那个指令的东西，因为退去的东西我还不太会用，就对。我先。才把那个退群盟友的资料全部填好哎、欸、哦，很累的一个过程。那个能干嘛？那个我待会再跟你说。先讲不到。我也是现在就想知道。我先关台之后，我再跟你们说。好了，今天不要去练了。是谁？今天就先这样就好。若是奶妈来的话，我一定会揍她。然后不是奶妈好。不是啊。我要订奶爸。高兴。好啦。好，今天先看到这里就好。然后明天礼拜三晚上六点会在 YouTube 上面有更新影片，要记得去看哦。晚安，拜拜了。